你们不会等一个下午吧？我的天，我搞不好整个睡死了哎！你们真的有在等吗？我想，不是忘记我今天睡到11点，我想说爬起。因为我就闹钟习惯设7点嘛，然后设完7点，通常躺回去大概7点半就起来了，就这一次躺回去躺到11点半才起来，然后因为没有车子弄吃的，我就又随便煮了泡面来吃，然后就弄一弄，然后12点半开始剪片，然后剪到2点半输出好，弄到刚刚，然后想说啊。都已经3点半了，还要开台吗？跟他开什么？开来看首播、哦。然后就这款是喵哈，就是半夜推荐我的，然后早上才看到的。我就真的是累到了啦。如果哪天我真的在开台时间没开台，那我应该没事，我只是睡着了而已。阿嬷只是睡着了而已，没事没事。边听鬼故事，欸，我也是都在听一些故事，在剪片呢。看一下有谁哦，刘嘉欣、安安、子易、安安、Max、D、E、O、安安、对对、安安、吴世杰、安安、简嘉诚、安安、小远、安安、力量、安安、最最、安安、安安翻2次啊，空宇、安安、王英、安安、D、A、W。安安，哎，背面安安，妖风的安安，张浩君安安，好，这个游戏就是，干，那不会都是简体吧？简体我等下念不好，那就那个吧，临时高级增加之地，哎，火药区会频繁的发光，啊，这藏在哪里？没有教程，包含教程，包含教程，掉过。激活区域不会发光哦。来吧，先新手的吧。Legends say that there is a kingdom hidden 传 under 说 the leaves of 在和 mushrooms 睦 where 相 tiny 处，people live in 兔 harmony 子 with all the creatures of the forest。那边有个小人，where one 靠，还没看 such 完。small man 那 rose 里有一个 up and 男的 became 成 a 长起 hero。来，并且，This 刚 is 还没看 the 完，story 这就 of 是马克思故事。他太快了，他可以。对那个阅读障碍稍微有问题的人友善一点吗？我还没看完诶。After months of searching 原来安 for my 安 father, my 在学mother's 校附 letter 近一个月 forced me 了，母亲 to 跟 come 我家 home. 用一点安好。I hope that everything is 啊靠！啊，这个 alright. 就是邓文曼。干，这好恐怖 Oh, 哦！hi there. 嗨，你 Traveling 好，debris from 到 the 布里 tournament? 参加比赛。Oh, you're not? Too bad. I hear that the prize is good. Well, maybe you'll 可以change your 说mind. 明吗？Good luck. 哈哈哈！哇哦，好恐怖哦！Home sweet home。所以这是找物品游戏哦，我总记得是解谜。欢迎，你需要互相帮助吗？完整教程，好，来教我。与游戏互动，捡起把手，稍微会用到它。组合物件会被用加号或是减号，加号表示有一个可执行的操作，减号就是下面。哦，然后嘞，嘿，然后嘞，把手放上来，不是啊，不是啊，等一下。这种解谜我好像不是我爱玩的那种解谜，我可以退款了吗？在干嘛？好，然后嘞，按关按叉叉，是这样子吗？呵，到家，你的母亲叫你回家。回去看看一切是否？
不行，我不能开台玩这种，头会很大。整个游戏中有很多东西可以收集物件，他们是由硬币和老鼠洋娃娃组成。那到底是狼还是老鼠啊？狼啊，老鼠耳朵那么小的啊，不行。我要退款，没有啊，之后再玩好了。设定继续，这个之后再玩吧。不好意思，这款游戏不适合我。好，我们这一集我们就结束到这边啦，感谢今天收看。等一下我重新整理一下东西哦，等我一下。什么标题跟游戏都会反过来啊？标题，我以为，我本来标题是打什么？哦，嗨，小鱼，随时了，我以为我死了。哎，小鱼来玩斗阵啊，我好无聊哦。我问一下哦，你们这些 W 是我的台言辞造成的吗？干嘞，我的台真的好像言辞好久。不是，因为我平时是都用 OBS 直接开台，那现在我这边开台是要 OBS 打开，开台之后，然后到网页这边打开开台，所以。有点烦呢，因为它就是不像我可以即时串流。啊，斗阵有没有更新啊？要更新的话，要更新很久，很久没开了。来哦，我等一下喊一。你们就打一哦，准备。你们要打一哦，不能打二哦，就打一就好了。5, 6, 7, 8, 9, 10, 11, 12, 13, 14, 15, 16, 17, 18, 19, 20, 21, 22, 23, 24, 25, 26, 27, 28。哇，30秒左右欸，我的天哪、啊。干嘞。干斗阵要更新，我的天。不然我给你们看我最近在看的一个影片好了，找一下哦。我最近无聊都在看这个人在改。这个。这个啊，这个是盖那个掠夺者的塔，但是他盖的过程中，我就在研究说，为什么他附近没剩掠夺者？他盖了一大堆，然后盖到后面，才发现，靠北啊！盖完发现。看啊、哦，完全没掠夺者，对不对？然后他做这个步骤，一开始是条和平，我整个傻眼。
那我一个人要怎么盖？我如果再开和平的话，我那个什么，我要怎么讲？我的那个铁巨人那个僵尸要重拉欸，这会有版权广告问题吗？不会吧，因为我看一段，然后有那个啊，有把音量关掉，玩这个好了，看这个，不然我们可以这样子啊，这样子有没有？好不好意思哦，没有，嗯。欸，是这个人的影片吗？等我一下哦。哦，不是这个人的，等我一下。怎么变成吸附啦？怎么是吸附？虽然吸附哦，这不是的画面。啊！没看到，你们什么都没看到？哦，没有，那漫画都还好，你们什么都没看到。这个。超夸张的，你看啊，看，等一下，我找个歌来听，我先画面切一下哦，怕你们看到不该看的东西。哦，还好我有切，不然啊被你们看光光了啊，不然你们就知道我的音乐里面有什么歌了。兔子版权唱推荐音乐，怎么你看到了？右边看到了，看到什么？靠背啊！你们看到什么啦？哦，白痴，那刚是漫画那个吧？那没差啦。那个右边的广告会不会点进去？没有啦，我怕你们是看到这个啦。这个啊。你们要看哦，就是剪片啊 ，ATM 啊，然后这个是我全部存都存到这边，还是 Happy 手的，就这个啊，封面嘛，然后这个就是我删过了一部分的啦，看屁呀、啊，来看这个啦，你看哦，这就很夸张。他撞完之后，本来会出去，又扛错自己回来。你看这边，没有他自己停下来。这个比较夸张，这边，你看他被推出去，马上把他撞回来。哇！哦，这边比较屌，就这边反弹的，你看哦。他先撞，跟他撞墙壁，然后弹回来又撞下去。哇，你看，很帅耶！看得懂吗？他就是嘛，背对着悬崖嘛，然后去撞墙壁，然后弹回去，把那个人撞下去。哇，只是刚刚那个漫画王子啊，那个是我一直都用那个看，但是他最近更新速度不是最近啊，就是有些已经开始没有在更新了，然后我就去其他的网页看了。我觉得很屌欸，这边你看，他下去啊，白痴，这边不是另外一边，白痴。我觉得他很强哎，他这边也是，然后可以这样子调，
你看他本来被撞，你看看看看看，再看一次哦，他本来被撞出去，他本来被撞出去，然后他是按 Ctrl 让自己往下撞，你看撞下去，马上跳，然后弹回去。看到头有点晕，我觉得你要先知道仓鼠怎么玩，你看这个才看得懂。那仓鼠就是没有干，我玩闪光会更晕哦。有时候玩闪光我也不知道我自己在哪里，就这样玩一玩。我之后应该是要玩成这样子啊，就完全当个闪光在玩。靠，怎么变那么小？等一下哦。拉一下，你看这边这一段就是很清楚哦，它就是白人会。人会跟着滚出去，然后他就是用往下撞回来这边来。然后我发现他超爱撞，他超爱撞欧瑞莎的。你看哦，这边撞一次了，对不对？然后这边撞了一次欧瑞莎，然后记得啊，等一下超爱撞欧瑞莎的哦。那很强欸，你看又一次欧瑞莎，不是，我不知道为什么每次都捡到欧瑞莎里面，我就发现欧瑞莎被撞的次数超级高，还是就是欧瑞莎出场率太高了，然后每次都撞到他。你看这边。哦，又下去了。对啊，这可能就是要玩，知道仓鼠怎么玩才会觉得它很屌，或是玩过豆子。你看，又弹回去，到底怎么办到的啊？所以等一下想试试看。哦，这边最好笑，这边最好笑，等一下，看好这边哦。他这样子冲过去停，有没有看到？然后冲出去不动，好笑欸。然后这边他被撞出去啊，看别人玩仓鼠就很享受，看我自己玩都觉得很难受。真的很强欸。然后这边好像有欧瑞莎吧，你看欧瑞莎、喔。欸不是欸。我记得至少有三段欧瑞莎的。哦，对，来你看欧雷莎，他一次更贱，他是守在那个人家的出生口，然后把欧雷莎直接撞下去，那这个和尚很可怜。你看欧雷莎哦，哦这边，你看这个欧雷莎哦，超可怜哦。
然后很可怜欸，我就觉得很难受欸。然后这边超帅欸，好像后面就没欧瑞莎的画面了。有欸，又有，看哦，欧瑞莎又再死一次了。干，我这段应该也不能放在 YT 上吧？搞不好，搞不好画面有版权，有没有？你看我刚看的过程中就已经出现三次广告了，我应该要这样子暂停一下，我应该要这样子，有没有开个游戏？麦快，我靠，先关掉。等我一下哦。我还是就是有个游戏画面，然后放一边这样子。麦快夫这样子，然后多人返回单人，这个我今天还没挂欸。然后我们就这个画面，再加这个样子，然后把画面拉小一点点，这样子，这个大小你们应该 OK 吧？他这边。是直接一个人走进来，然后放炸弹。那别人玩仓鼠就这么厉害，我玩仓鼠就只拿过两次海赖，一次是很好看的、啊，另外一次就不知道冲哪小，看冲进去弹回来。我当时看到这个弹回来，我怎么吓到？哦，怎么可能可以这样子做得到？